堅持到底，直至到我出嚟談判。法律上係輸咗俾嘅啫，精神上未輸俾嘅噶嘛，仲撐緊㗎我哋。呢個行動搞唔掂咧，係全世全香港所有公民都冇得搞㗎啦。你別再說要坐低，坐坐坐會坐足一世，伸出手手。呢啲唔係我哋員工，所以我哋係冇身份去代啲員工或者去代呢、這個承辦商去傾佢哋員工嘅待遇係點樣嘅。其實我哋係苦主嚟嘅，我哋每日蝕500萬。廁所又喺個塔上邊，即係食飯又喺個塔上邊，即係我覺得碼頭公司係冇當佢哋係人。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想等個良心僱主出現，但係我得到嘅係咩啊？要摆的吉他似兴奋仔 ，You gotta stand up，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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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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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想风雨尖叫，别拼命控制，我哋就系知道永丰我老细啫。幕后老细啊，真系唔知边个系老细啦！呢啲外判嘅员工唔系我哋HIT 系内嘅员工，打错字嘅，打错字我会处理，系我哋一个行政嘅失误。即管放声，声水音发低，别正坐着正坐，请太过有礼。Stand up， 局长，点解啲码头工打七日七夜，你都唔去探佢哋，竟然过嚟睇戏？你系咪劳工局局长？政府当局实在系我哋高度关注。我自己本人咧係親自咧係跟進件嘅整個過程，我係跟得好貼嘅。反正你不要擔凳仔 ，Stand up， 全體一致都冇乜錯位 ，Stand up，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师傅，你都暗暗沉沉做咩啊？唔通阿维斯遇到一个好禅嘅男人？究竟承办商系咪外判商？外判商系咪 contractor？contractor 系咪承办商咧？哎呀，师傅啊，你用呢一个空即是色嘅逻辑谂咪得咯？承办商即系外判商，承办商亦都系 contractor， 明晒。咁点解好好地间公司又要搞咁多花神，变咁多分身呢？师傅，你记唔记得白骨精啊？嗰阵时佢又扮少女，又扮阿伯，又扮马阿婆。咁多個分身都係唔想俾人認到邊個係佢真面目，然後乘機疊住你啫咩？你再幫維斯諗下，如果將工作證承辦公司嗰欄明明寫咗 Sakuma 呢個名嘅，但原來咧你又唔係呢間公司嘅員工喎，有冇可能係打錯字印錯名啊？師傅啊，嗰陣時八戒偷運奶粉咧，俾人拉嘅時候，佢都話打錯字噶。哎呀，其實係粟粉嚟嘅咋，打錯咗做奶粉，冇人信佢打到個豬頭咁啊！八戒本身已經係豬頭嚟嘅啦，悟空嗱，維斯送你一件好厲害嘅法寶，叫做照妖鏡生死茶。有咩用㗎？有咩用㗎？攞住呢份公司名冊，你就可以知道啲人真正嘅身份係咩公司嘅董事啦。外判商同承辦商之間有冇一啲不能說的秘密？又或者咧，系工聯會嘅成員，又系外判商，唔知乜嘢嘅管理階層，食兩家茶禮，唔知幫邊個？師傅，師傅，工聯會最近搞咗個大型興趣班咧，我哋一齊報名啊！咩嚟噶？潛水班啊，教你極速潛水，無影無蹤啊！悟空啊，呢個係浮潛班嚟嘅，間中佢會伸個頭出嚟，東張西望嘅。呢個班一早俾工聯會嗰班理事同立法會議員霸曬㗎啦，連局長都參加咗。哦，聽講咧，成哥都想玩浮潛㗎，不過佢個頭啱啱伸咗出嚟，個仔就撳住佢唔俾佢突出嚟啦，好慘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杭州尋日公布兩人確診，其中出現四宗人類感染 H7N9， 全部都係嚟自內地，兩人死亡，兩名兒子啦，懷疑亦都係感染 H7N9 死亡啊。捉一世纪，若未成全床边的家计，哪怕细菌感染我，爱上你这里空气。呢个 H7N9 呢个病毒咧，其实比较类似咧，就系同另一只禽流感 H5N1 系比较接近。
咁都係一啲高致病性，死亡率高。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发现禽流感疫情，包括我们现在猪方面的疫病，所以呢，现在上海市场上的猪肉跟鸡肉，大家完全放心的去吃。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解放军301医院的医生蒋燕永在4月9号就发表署名公开信，批评张文康说全北京只有12个病例是讲大话。北京市证实感染的个案由较早前公布的40几宗大幅飙升到346宗。失去了算什么恶笑，回头得到我分享心跳，往往想得太多却知得太少，人来人往哪可了。香港人上去内地没有危险，这个绝对不是真的。我覺得回內地是不應該去農場，不應該去街市，不應該接觸活家禽或者是接觸野鳥，因為我覺得是有風險的。算不算毒呢？在這個分析來說，那你看看你怎麼計算，譬如你覺得現在七個病人有兩個，那都已經是 15-6%， 那都已經跟 SARS 差不多。你想瘋了，我想瘋了，我終於跟你一起笑。我超哥嚟到上海，梗有好嘢介绍啦！搵搵我老友上海婆先吓、啊，又系食鸡唔系嘛？上海婆禽流感喎、啊，超哥，正確啲讲咧系 H7N9 变咗种啦，以前应该 H5N1， 不过唔怕，变来变咗都系细 number， 嗱佢变到咧 H17N29、H37N49， 咁你先惊啦，好似六合彩咁啊，越变越大 number， 越变越多，不过咁就唔惊喎。六合彩有几可中意 number 啊？咦，只鸡一阵味，死鸡嚟噶？啊，啲鸡唔死，点俾你食啊？生勾勾拎出嚟啄你添啊！家人工冇罢工，家人工要罢工。我超哥最中意马噶啦，尤其是拉码头，所以今次码头工人大罢工咧，我特别关心。事关我订咗好多货，迟迟都未到啊嘛，系咪一日都系张局长，成日都唔蒲头，介入今次劳资纠纷咧？系咪张局长？我点蒲头啊？我头都搞到大晒啦，有个大头佛咁样啦，真系唔知丑咩？咩都话介入，北韩噶唔俾南韩啲人去开工啦，咁唔通南韩劳工处又会介入咯？咁啊，梗係北韓同南韓兩個老細傾掂，再加幕後黑手自己拆掂佢啦。仲有啊，嗰單嘢係外判商啊，定係內判商都未分清楚。做乜要我一介入由外商介入內商嘅？清明啊，梗係嚟拜山嘅啦。但北京天安門有班媽咪咧，平時你就可以拜喎，一到清明巡洋啊，就唔俾你拜嘅，仲送你走添啊！有啲咁嘅事？問下我老友保安哥啊！保安哥，保安哥，保安哥，誒，超哥啊！我表面嘅身份係保安，實質我個身份咧就係代客拜山，而家全國都流行噶啦，橫掂都不看住個墳啊！咁我哋做埋啦，我哋老人家天要路行到咁高，好易跣親噶嘛！嗱，代客拜山最低消費咧100，燒埋尾香，連埋只文，叫埋個名，幫你喊埋啊，收夠300，一條龍服務俾個8折你，成個過程錄低，然後 send 上網俾你慢慢欣賞。仲有啊，橫掂都唔俾你拜噶，咪幫我哋做埋咯，一條龍服務，啲錢梗係幫我哋賺噶啦。嗱 ，follow me 啊！我要普選特首喎、啊，呢啲咪普選特首咯。咁你又話 follow me？ 要普選特首，即係要 follow me 咯。普選特首 follow me 普選特首 follow me 普選特首普選特首。
普選特首 ，follow me， follow me， 我要普選特。哇，超難緊啊 ！follow me， 先由普選特首。碼頭已經申請禁制令，禁止李卓人、工人代表以及一眾不知名的工人進入碼頭，包括男人或者女人。除非該人士已經在24小時內聽聽話話登記復工，否則違者可能面對你孭不起的訴訟費。入場禁令已實施，抗議要叫大聲啲。大家好，今晚是由香港營為你報導人氣。較早前人氣在低位徘徊的 CY， 近日支持度有所回升，是升至 51.4 分。根據這個圖的表示，它是由一個低位升至另一個低位，代表它依然是在低位那裡徘徊。跟著是人氣先生出場。啊，哦，預料香港的烏煙瘴氣指數會是由偏高至甚高，由北面打來的 telephone 將會陸續抵達。我們一起看看 CY 的事業線預測。哇，人氣講到這裡，祝你有個愉快的週末，拜拜。譚慧珠說，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只是包括投票那一刻，提名權不包括在內。打個比喻，家長答應你，你可以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多謝阿爺，咁我可以自己揀對象啦。對唔住，自由嘅意思咧，就係你可以自由揀邊一日結婚，揀邊間酒樓擺酒，揀中式定係西式。但係揀嗰個對象咧，阿爺就幫你揸曬主意啦。嚇，咁都算係自由戀愛。阿爺，咁你有咩俾我揀啊？豬姐、秋姐或者 B B。阿爺，今日真係冇得揀，你逼我出嚟佔領中環，攞翻我話事權嘅啫噃。朱姐話齋，對抗中央係違憲嘅，冇得選特首嘅噃。哦，對抗中央係咪譬如話公布疫情真相咁樣咧？當年沙士好彩仲有蔣燕永啫，加陣 H7N9 都唔知道有冇隱瞞。對抗中央包括替低下階層維權，咁你可以遊學美國，有排都翻唔到大陸。譬如陳光誠就係例子啦。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每个人力量都是无穷，大家一定要觉得我们只要做都不会白做，都会有成效。说启发的话，倒不如说是对其他，比如说上访的失望。我们觉得法律有个强制力，但事实上呢，法律在沦为当权者的工具的时候，也是无济于事的。His significance is the rural people of China are trying to use the country's law to defend their rights against arbitrary local government.他从这个房子里边出来以后，就快速的走到这边，然后翻过第一道墙。我们下来的确实有些困难，因为这个高度大概在4米多吧。去年12月份的时候，又发现从里边开始肿起来，所以现在比较麻烦，它不是那么容易好。无眠的身躯，忘我的思想，还有显黑的破墙。谁也冲不开，谁也抛不低，谁要一生流离浪荡，为着老去的角度。
着事实的真相，为着浩瀚的岁月，为着欲望与理想。Well, you had been in his situation and you saw they were building a fortress. If he didn't try to escape soon, it would have become impossible. So he felt it was now or never. He waited a year. He planned it carefully. The minute he got to the hospital, everything went wrong. John said, I want to get out. Well, that was a new crisis. And on Thursday, there was a lot of negotiation, what would happen. And I was asked, if he can get out, where can he go? Can he go to NYU and study with you at your institute? I said, of course. I wanted to help, and he's an old friend.几经周折，我终于从山东东市口走出来了。这取决于很多朋友的帮助。哎，你们见你们的。走走走走。皇帝的新衣，热血的英枪，谁又甘心留恋在上？为着老去的国度，为着事实的真相。我觉得陈可贵这个案子。完全是我对我一家迫害的延续，这个没有什么好回避的。陈可贵现在的坐牢，那么也说明他是在替我坐牢，因为他所坐的牢房，他所在的监狱，他所在的监区，都是我当年曾经带过的。这也说明这个中共当权者呢，现在是充分就是说我就是誓不改悔啊，你跑了，我把你的家人还送进这个监狱，还送进那个监区，你又能怎么样？梦着已多，眼泪那天不再听到在呼唤的人。望着眼睛，再见往昔景仰的那样一道疤痕。我更。喜欢强调变革，我觉得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它一个基础是中国社会发生变革是一个必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天应民来推一下，而不是说去阻碍这种社会的发展，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而并不是说要他一定要改革或者是怎么样，他不改社会就没有变化，这个是不可能的，社会变化是必然的。为着事实的真相，为着浩瀚的岁月，为着欲望与理想骄阳。Long live the troublemakers. 。He is a symbol.Of what an individual is capable of, no matter how humble his or her origins. He is, in my opinion, a giant among men. In a 公正原则上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作。如果他就是要剥夺你的权利的时候，就是要抗争。If you don't fight that system, cooperate. 这样听起来就比较麻烦。无眠的身躯，和我的思想，还有显赫的歌唱。谁也冲不开，谁也抛不低，谁要一生流离浪荡。这个流亡的概念好像有着不同的解读。我想至少
至少大家应该看到我不能回去的时候才能说是流亡。开始他们说的是我要出来留学，对于我的受到的迫害，共产党当时是非常清楚的承诺，将对山东展开彻底调查，做出公开处理。这个承诺是向全世界，是向美国写在协议里的，到现在还没有履行。哥兄俩联系看看他。我肯定早晚有一天会回中国大陆啊，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啊。我想中国有人能决定谁可以回大陆谁不可以回大陆的这样的历史不会太久了。怎么说呢，两个社会的过渡时期是有落差的，那么在这个落差抚平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些人付出代价啊。这样的代价如果需要你付出的时候你不去付出，那么不是我们自己又会是谁呢？有没有后悔出走了？有时候怎么说呢，这个没有什么好后悔的，自然反应。梦着耳朵哪里哪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再见往昔点。